还有5天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了。教育部今天发布，2021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078万，再创历史新高。去年的这一数字为1071万人，比前一年增加了40万。2019年全国高考总报考人数达到1031万人，为近10年来的首次突破千万。